26日，陈慧琳应邀出席某品牌在香港举行的宣传活动。身穿5寸高跟鞋的她，身材相当苗条。原来是因为最近忙于筹备张国荣逝世10周年的演唱会。提到本月的21日是小儿子小笼包的1岁生日 ，Kelly 表示小寿星在生日当天不幸病倒，还把病菌一并传染给哥哥虾饺仔及自己。三母子果然是同病相怜。哎呀，那天他生病了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庆祝，因为他的病惹了我，所以我也有生病，然后他的病也给了哥哥，所以我们三母子都生病，所以还没有庆祝，可能是下一个礼拜等大家都康复了，还有等我做完这个张国荣的演唱会之后，我就放松心情，就再帮他庆祝生日。一向都游子万事足的陈慧琳，一提到两位爱子就滔滔不绝。Kelly 表示，因为大家都生病了，会在接下来的日子为小笼包补祝生日。他还透露，家中已堆满各方亲友所送的生日礼物，唯独未切生日蛋糕。虽然今年是小笼包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，但身为妈妈的 Kelly 却没有为儿子准备任何生日礼物。原来 Kelly 觉得回忆比礼物更重要。所有的礼物都已经在家了，已经晚了拆开了，就还没有切生日蛋糕。其实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，还没有想要送他什么，就是给他一个回忆吧。有啊，那天就强逼他做这个事情。